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赞记。王禅老祖开济天龙，万圣之主护我七少帝。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好，王禅老祖的天威，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细到我们内心里，你所想的看不到、摸不到，大到你也没有办法去量，那叫做心。也叫做烦恼，所以人的烦恼有多少，确实大得不得了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人来世间上，父母给我们的身体，本来给我们的都没有病，在天上界，我们的灵性来到身体之后，我们就一不小心呢，就把身体弄坏了，真是不孝。包括我也一样大不孝，我死好几次没有死掉。71年，一场大病才会今天走这条路。这之前也是一场差一点死翘翘的车祸。差点掉到万丈深坑，到了71年，一场大病，上天慈悲给我修行，把命救回来了。肾脏病，肾脏萎缩那么严重，后来我得到观世音菩萨、台湾祖师的慈悲，叫我要修行，要念佛，一尊佛号，一尊心，念念佛号，细胞放光明。这句话从好远好远的地方传过来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，平时接二都念佛，一尊一尊佛号，一尊心，好。念念佛号，这句话让我71年认真念，很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病念好起来。到了84年，
要弘扬王禅老祖的洪水真经的时候，那时候洪水真经在林口大体育馆啊，也汇集了36000众。那时候我也没有名气，要汇集36000众不简单啊，而且要讲风水学，所以有圆道法师、圆德法师，还有简师长和夫人吴桂敏一起在台北车站行天宫那里发传单啊，结果在3月24号啊深潭的时候，果然就林口大体育馆爆满了，我很感恩啊，所以我们的法文从此开始在世间传开来。当时传开来之后，业力来了啊，我那时候开始供高起来，供高傲慢了，我叫风水学啊，我说传法有这么多人来听来接法，就供高我慢。当念头一供高我慢来的时候，业力就来了，魔障就来了，所以我开始很可苛，一直可苛，在仙佛寺每天还是那么多人要我加持，小孩子开智慧，每天还那么多的小孩子要开智慧加持啊，一直可苛，奇怪怎么会这样啊。过了几天我去检查的时候才告诉，哎呦，你的血糖啊600多耶，你不会有什么感觉没有啊？我血糖一高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感觉很口渴，我一直要工作啊，那样让这个气散发掉所以医生也很紧张，说你这样会死翘翘耶，我死翘翘就算了嘛，反正我又活过来了。啊，那我就向老祖说，老祖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啊，我会认真做了，我会认真做，啊，要让我吃有效，要吃也吃无效，他加东西400多500多，嚯，这也不瘦，那奇怪呢。好啦，后来得到一位我家方的干妈，哎，西药房的老板，他告诉我说，老师啊，糖尿病一个偏方，你试看看，四神中药，中药的四神，8两，这个中药不是一般，啊，一般的那个吃的四神哦，中药用的四神，8两，一个2两，2两，2两，4个8两，然后去熬8碗水，8两苦瓜，熬2个钟头，慢慢熬，然后早上晚上各喝1碗，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你的细胞，防止细胞呢，
会萎缩，会败坏。所以我很高兴，我就按照这样去买来吃。啊，那么过了两三个月后，我的糖分也没有降下来，但是我的身体还是那么壮，这就奇怪了呢。老祖就开始，这个就是养生法，养生的。啊，所以此后，若是有遇到糖尿病的信众，我就鼓励他假素行，啊，八两苦瓜八两，八碗水，啊，熬成他两个小时，熬成两碗，早晚各一碗，这就好了，渐渐就会好起来，渐渐身体就会恢复起来。那么我当时当喝完的时候，过了差不多将近半个月，我发现我身上这个细胞，每一个细胞都会发亮，会发亮啊！所以老祖才开始，这是身体的养生啊，长生之道。那么这么多年了，已经二十几年啊，二十几年的岁月啊，我虽然身体不是像年轻那么年轻，但是也不老啊。那后来遇到很多信徒啊，稍微有糖尿病啊，我一直感觉糖尿不是病，是血糖高而已啊，所以我都鼓励大家讲这个素行。所以我们的台北芦洲，我们会计师严济法师啊，妈妈身体一直枯萎，我说你很简单，假素行啊，素行家的细胞会一直在恢复起来，细胞的能量会在恢复啊，那样的身体就会健康起来。所以吃了身体健康起来了，这是王禅老祖借着我的身体啊，借着其他人的身体共同来证道啊，最简单的证道，最简单的食物啊，不必在那边哦，我有用什么种什么种什么，哎，有人说哎呀，我这个一百种的药啊，这把它合成起来，那合成起来都已经变掉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们，我们学易经，好，凡事用易，你易经，用易啊，能够了解啊，这个就是寿星、福星，福星就是主持了啊，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嘛。福星子孙了啊，只剩了一望相啊，即空破这是长生，长生之道。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子导教慈航传道给各位，都传的最简单的看不上眼的道，但是是天道，是最珍贵的啊。所以我现在虽然不是很年轻，但是也不老，只有76岁而已啊。啊，我的病啊，有没有病？有没有病？我有心病啊。什么心病？
怕各位学不好，怕各位修不好，怕各位呢啊，你们不好好修，不好好学，有烦恼来的时候，在那边哇哇叫。我们的肚子 不能当药橱，我们肚子里面啊当仓储可以，不能当药橱。啊，你当仓储，里面都是宝。啊，你学到学好了，然后传给十方善信大德有缘的人，也传给他们嘛。这道是大家的呢，每个人内在心灵本来就有的啦。啊，就有的你把它放在旁边，所以有人问你们，就吃什么那么好，或者问你们要不要吃什么药，你自己挂沾嘛，沾看看就知道了嘛，用意知天机嘛。啊，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所有微心弟子们，大家都要当天医，天上的医师。天医，乾为天，我们命卦乾为天，命卦，啊，用意乾卦。有祖孙爻，啊，祖孙爻吉吉爻是天一，所以我们好多好多好多怪病，都从易卦里面你可以找到，怎么样来消灾化解？啊，在维新圣教里面，我们。尊天法旨传给各位，所以福禄寿星，王禅老祖是整个福星、禄星、寿星三星拱照的总集合、总结的大神，所以王禅老祖我们才尊称为无量寿。啊，无量寿就是要妙，要学道，要智，要有智慧，圣要修成正果。平时呢，啊，我们要有谦卑的心，啊，不要贡高。我过去有很多贡高呢，啊，以为我得到什么呢，啊，就贡高了，都被老祖看到了。所以我的头这么大粒，是以前贡高被王禅老祖给牵到很大粒的呢。哦，所以我牵到我现在呢，啊，稍微自己境界啊，所以我才希望将很多所悟的法传给各位，啊，然后各位传给亲朋好友。传给这位十方善知识，哎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慧能老师啊，你怎么很多妙法都在，电视里面公开传出来，这是天机耶。我对啊，天机啊，啊，在台湾祖师，我在学道的时候，71年开南天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就说了。他某某人，啊，你的坏习惯都是很容易泄天机。谈到这里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天机。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，不要让我知道，我就不会泄天机；让我知道了，就不是天机。观世音菩萨。害他，哦，你的习惯还没有改，哦，
也不知道我有几千年的坏习惯了，反正我知道了，这光光好灵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维新弟子，我搬哈些物件好灵，包括我们维新道藏，已经20000卷了。哦，那开中华民族5000年来历史最多的大集结，要30000卷，这都是大家的，普天下苍生共同所有的，所以这个是王禅老祖，啊，他为什么？王禅老祖是八卦祖师嘛。遇到真主，易经的真主开发每个人的灵性，内在的灵性，你们常在这边，晚上睡觉也跟着你们睡觉啊，你们到哪里玩他也就跟人 去哪里玩，去卡拉 OK 去嗨去摇头也是跟着你们寸步不离耶。那么这么好的妙法啊，我们都把它忽略了，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王禅老祖啊，要我好好依照这八个字养贤蓄才，天下太平。要养贤，要供养贤者，供养贤者，储蓄人才，养贤蓄才，供养贤者，储蓄人才。各位都是贤者嘞，各位都是人才啊，不是我供高，我来培养贤人呢，是来供养各位那种贤人，即使你们藏在内在心灵都没有拿出来用啊，就可惜哎。啊，所以佛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说众生一律平等，这告诉我们，你们内在潜能的智慧有多少年了？所以当我要将易经传出来的时候，啊，瑶池金母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你将3600年的以前所修的、所学的智慧已经成熟了，3600年的智慧拿出来供养所有有缘的人。我话3000多人，我也知，我嘛唔知，骨头迄阵都无啊，还有3000多年，阿伯你就知，啊，所以渐渐的。我理解到，啊，悠悠岁月7000年，啊，祖都流芳，变化千万千，啊，文化道从，啊，10000年，啊，所以同学们，我们要珍惜自己的人生，虽然我讲的道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，啊，但是呢。你们认为我讲的不复杂，哈，没有价值，那就随便，嘿嘿，啊，那慢回廊，你就继续来修行。世间上有缘的人，你就来修行，啊，有福气的人，大家来依法修行，来养贤蓄才，接受王禅老祖的培养和。接受我的供养，王禅老子的培养，啊，混元禅师的供养，啊，储蓄人才，啊，那储蓄各位啊，你们的长才，啊，几千年的长才，最起码我有3600年，啊，那么你们相对也有3600年，甚至比我还多，啊，那么大家理解了。天下就太平，所以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，天下定太平。阿在不？
那么我们就来恭赞王禅老祖。王禅老祖养贤蓄才，天下太平，故我稽首顶礼。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